邀请热粥加料点缀，马不停蹄集体创作1600碗腊八粥，美味上桌。国际方会中华总会壮为第一分会，携手当地壮武镇安庙，一同用热粥和4家长照机构以及民众结缘。那煮腊八粥，有我们的佛光人，还有呢，我们镇安庙的这些护法信徒呢，大家都一起来哈、那真的是一种欢喜融合哈。这些宗教，拢会当讲伫这个社会上每一个角落，营造一个社会祥和氛围，减低社会暴力风气。人间大学书法老师现场挥春，写下招财进宝祝福，还发送幸运大师新春墨宝，云水自在祥和欢喜，和民众结缘。当天也结合茶禅以及佛经义卖，用多元活动要纪念佛陀成道。人民是林君毅，宜兰采访报道。